请观赏戏曲《你我他》。由皮黄并奏，生旦净丑，戏说从头。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台式戏曲《你我他》。在今天呢，我们要跟您介绍的这台戏呢，这组演员他们目前还在台北演出，所以我们特别是加紧作业，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呢都能够看到他们精彩的演出，也就是目前还在演出的中国京剧院第三度来台的李世济小姐。李老师您好。你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您演出的《锁麟囊》，才演出了5天啊，就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把您抓来非常的辛苦，您还在演出。谢谢。那么我们要为观众介绍您的锁麟囊，这个戏在台湾您是第一次登台演出。哎，那么李老师，我们知道这个是陈派演员，也是大陆所有来台的第一位陈派旦角演员。嗯，您这次来演出第一天就打锁麟囊，是个人的喜欢，还是这个是代表了陈派的剧目？我想这是陈先生的代表作。嗯哼，他最喜欢这出戏。您个人呢？我自己也很喜欢啊，也很喜欢，所以我想观众也非常喜欢。对，所以这样我想这出戏作为一个第一场演出，嗯哼，好像更好一些。第一次来台的第一场演出，我想观众朋友可能现在更期待马上能看到这台戏啊。那一天真的是楼上楼下整个观众大爆满啊，非常之过瘾。好，现在呢我们就请观众朋友一块来欣赏由李世济老师和中国京剧院所有演员联合演出的《锁麟囊》。请了去，无非是唱唱喜歌，说两句吉祥话，讨这个混完饭吃。今儿个17，明儿个18，有两家办喜事儿，一家是薛家，一家是赵家。嘿，薛家小姐在这登州城内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嘿，那个赵家丫头小门小户，甭提多穷了。我打算呢到薛家去，哎呀，又怕我爸爸不乐意，有嘞，把他请出来跟他商量商量就怎么办。爸爸有请。忽听儿子叫，想必喜事到。爸爸有礼。儿子免礼。哎呀，我请出您来了，有件事跟您商量商量。有两家办喜事，一家是薛家，一家是赵家。把你请出来呢，问问您了，您是去薛家呢还是去赵家呢？
别忙，哎，我合计合计啊，你慢慢想想啊。薛家、赵家，哎，嗯，怎么着？哎，我呢上薛家，我呢你上赵家啊。您干嘛到薛家去啊？你听我说呀，哎，人家薛家呀、是个大财主，高朋贵友是多的，那礼节呢也是考究的。赵家啊，小门小户，人少他好办事儿，所以你上赵家。那我去薛家不成吗？我让你上赵家，你就上赵家。我呀，非去薛家不可。哈哈，怎么了？好小子！没错啊，连我的话你都不听啊！不敢。哦，我明白了，你是看人家薛家有钱有势，你是想攀高枝巴结人有钱的，你这是势利眼呐。那您瞧不起人家赵家，嫌人家赵家小门小户，您不也是势利眼吗？啊，我是势利眼啊。嗯，我就是势利眼啊。没我这老势利眼，就有你这小势利眼了。这势利眼还有家传是怎么着？传啊，对，他今儿就传到你这儿了吗？我让你上赵家，你就给我上赵家，你别找我生气。嗯哼，他上薛家，明天我也到薛家去呀。在薛府委托老夫人待人甚是宽厚，只是这位薛小姐只有娇生惯养，心情不好，如今需陪周家公子看看就要隐去，为了一个锁麟囊三番五次总不称心，使我今日又换来一个，不免回去复命便了。这也是娇养女天生性格好，换不娘亲生养勤劳，为一个锁麟囊东奔西跑，是胡妈妈啊。是我呀，薛哥，您呐上哪儿去呀？我调换锁麟囊去了啊。哦，换锁麟囊去了，真是换的什么样？我们瞧一瞧啊。你们看看可好啊？哦，你们瞧啊，绣的够多么好啊，这个彩色也不错。这是什么花样啊？这叫做麒麟蕊草新花样啊。哦，
真是，你们往哪里去了啊？您这是不知道，上一回呀、啊，我们给小姐办的嫁妆，小姐瞧得不如意，老夫人叫我们再给换一换，都换齐了，我们正想回去呢。如此，我们一同回去复命便了。好，您慢走啊。与你的一同归。天间回报，怕小姐不称心劳，我们枉费苦劳。回来了，老夫人刚刚安歇、哦、小姐正在生气、哦哦、你们小心了、哦、是是是，大家多加小心，对，多留点神、哦、是是是啊。梅香，梅香，这个丫头往哪里去了啊？喂，梅香、啊！我说老大爷、啊，您是老糊涂了吧？不知道小姐这两天不高兴吗？老夫人刚给她哄好了，您就扯着这喇叭嗓子，怎么梅香梅香？这要是让小姐听见，她也不哭也不闹，把这小嘴儿这么一撅，那老夫人。又得叼着个样的哄他，哄好了还好，哄不好咱们不就都遭了瘟了吗？不是的，我们还来许多翠状之物，小姐一看嘛就不生气了、啊、东西都换来了、哎、还齐了啊、哎、别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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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给他一样一样的往里头递，如意的小姐收下，不如意的没别的说，您呐还得给换换去。哎，梅香姐，鞋我给换来了，换来了，您等着啊。哎，等着，您好话多说啊，等着啊。哎，是了，哎，是了。小姐说了，鞋的花样不好，你呀再去给换换吧。这是最好的了，您再给说说去。你说好不行，小姐她看不上啊、哎、这是最好的，你给换换吧。啊，那顺下日要鸳鸯戏水的，那对鸳鸯一个要飞的，一个要游的，不要太大也不要特小。还得用人撑着。
来了，小姐，我呀给您呐换对花瓶了，我看呐倒不错，花也好，样也好，您瞧见呐一定得喜欢，还有句吉祥话呢，叫富贵白头。小姐，您看看，瞧瞧，看看，怎么样？怎么样？小姐，您那要是没什么事儿啊，我到后头瞧瞧去。歇息去吧。哎，我走了。哎，胡妈妈，小姐如意收下了，您这造化可真不小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梅香姐，手巾换来了。换来了，在这等着啊。哎。哎，坐好吧。等着啊。哎哎，小姐，王庆换来了手机，您自己瞧瞧吧。话多讲啊，我呀就会说好话。小姐，东西都换齐了，您自己瞧瞧吧。
什么还是不中意吗？可不是嘛、啊，这就难了。陈曦与我把头摇，贵人不怎敢把功名相小姐命我调换锁麟囊，三番五次总不称心，想至三寨落实，老奴居已去到，如今叫老奴再到哪里去买，哪里去换啊？为了此事，正是你随我进来。了一旁坐下，参见小姐。儿啊，明日是你喜庆到了，是嫁的日子到了啊。好女儿，女儿提起出嫁，看你绣得这般光金，嫁妆俱已齐备，难道是你还有什么不遂心不满意的吗？啊，为娘与你讲话，你为何不言？你为何不语？你再若不言，为娘就要生气了。母亲，女儿哪有无义之心？是是。老夫人，小姐为了锁麟囊的花样不好，在这儿生气呢。即使锁麟囊花样不好，你可自己吃过羊儿，叫薛良调换调换，又有何妨啊？儿啊，薛良偌大年纪，你要体谅他们才是。啊，小姐，若为锁麟囊心中不悦，就请小姐亲自吃过花样，老奴照样去买也就是了。是啊，啊，薛良，你再去长街换过新花样的回来，快去。哦，是是是。薛良，不必换了。好好好，不必换了，不必换了。哦，是是是。下面歇息去吧。多谢老夫人。多谢小姐。哎，老大爷，啊，小姐赏你一锭银子。哎，快点快点快点，谢谢他呀。哦，是是是。多谢小姐。歇息去吧。是。美香呀，取我珠宝匣儿过来。是吗？儿啊，
仇敌是好东西，多多装在男儿之内也就是了。儿啊，只是见了我大女儿，她若问我庄的知识，我是怎样答对呢？这便是何时好？我若不回去，我大女儿必然要盼望于我。哎，还是叫门的事。女儿，女儿，开门来。啊，像我赵母汗虽然贫穷，怎么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敢高声叫了呢？放大了胆高声些又有何妨？
我儿的壮烈之事，为父万世接待，一门前也未曾接到，又是空走一回，为父的对不起你，父之过也。啊，爹爹，女儿不才，却也读书明理，像那翠壮之物，纵然一无所有，难道女儿就不登花轿吗？话虽是这样讲，只是我儿自幼贫穷，孤苦伶仃，如今出嫁，还是这样冷冷清清，半生是你，就是一个天使人啊！哎，也要伤心，这是弟弟疼爱女儿一片之心，焉知女儿麻木啊！怎样？却是不动心机啊！
出门子了，你瞧，放的老天爷都要下雨。说话说得好，风不凉，雨不长啊。这要是过的门去，还指不定怎么受苦呢。嘿，话不许这么说啊。要怎么说呢？这场雨要是下了啊，那就是给人家薛小姐下的啊，给薛小姐下的。哎呦，那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啊？啊，薛小姐那是龙女一转。哦。是龙行有雨，啊，无行有风啊。这场雨要是下了啊，下得好，下得妙，下的是呱呱叫。哦，照你这么说，赵家小姐还占了薛小姐的官了，是不是啊？嗯，然也，然也，如此可教也。哎，对，得了，你别告诉我，哎，下雨了，回家。观众朋友，刚刚欣赏的是由中国京剧院以及李世济老师所演出的《锁麟囊》啊。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其实这出戏里面的薛湘灵这个角色啊，不好演，因为她前后的反应了，跟家庭的环境了，整个是一个大变动。对，哎，大反差。但是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第一个单元上集里面，您是属于一个很娇生惯养的一个女子，是不是？是这样。她是一个富家女，而且没有什么教养的，所以她可以随便撒娇，随便发脾气。而且是掌上明珠，父母宠爱。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他在这个春秋亭的时候啊，其实薛湘灵还是有个非常好的心肠。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出嫁，他心情很愉快，是吧？他第一次踏上社会，第一次跟外界接触，他去遇到了这么贫富悬殊的这么一个人，赵守贞。那么他的同情心还是很强烈的，所以给了他一个锁麟囊。当时没有东西可以给他，只有轿子里有个锁麟囊，那么他就把这锁麟囊给他了，那也是妈妈给他最珍贵的东西。哎，按说这个锁麟囊是不能离开他的啊，要妈妈给他的就是把铃儿锁住，铃儿锁住锁麟，哎，是这样。但是他不是那个，所以那梅香说你不能把这个给他，这是锁住铃儿的。他就说，积德嘛，积德也是好的。是，所以我们从春秋亭这场看到薛湘灵这么的可爱，我想前面他的蛮横可能也是这每一个待嫁女儿心的心情，因为他有点紧张要离开妈妈。是的。好，我们赶快再来欣赏由李老师所演出的《锁麟囊》。Thank you.
是人气不穷，如今被这个势力的要走人，十条云我真正的气死我也。爹，爹，哎，儿子。Yeah!
沉默。我说你们这姑娘这是怎么了？她受过家庭教育吗？这大喜的日子谁不是高高兴兴的，她哭起来没接没完的。哎，这要是我呀还巴不能告了呢。啊呸，这叫对，但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这亭子也不是你家的亭子、你管她自身啊，你管她自身。哎呦，我说你干嘛这么厉害呀？我告诉你，这过的门去还指不定有炕席没有呢。小姐，她又哭言道贫富相遇，渐渐深情，孤儿啼哭啊！啊，闹了半天是为了没嫁妆啊！不用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她，就是把这锁麟囊给她，也够她吃一辈子的了。Thank you.
也听他哭得怪可怜的。哎，把这锁麟囊给你们了，里头装的是珍珠、玛瑙、翡翠、猫眼，都是值钱的东西，拿去吧。我们不要。哎，拿去吧。我们不要。哎呦，怎么白给还不要啊？啊，老先生，请过来，请过来。是啊，我家小姐见你家姑娘哭的可怜，故而相赠此囊，名曰锁麟囊，里面珠宝甚多，你家金的瓷包，日后无忧矣。这个收了吧，这个收下了吧。哎呀，天哪！又来了，相我妇女。为了壮丽居士东邪西凑，分文为德，如今遇见这位仁义的小姐，怎么锁麟囊？莫非是活菩萨显圣了吗？嗨，我说你烧香了吗？就显圣。啊，不是啊，一位仁义的小姐赠锁麟囊一个，里面珠宝甚多，不要好好收起。男儿收下，闻过性命，日后也好答吧。我们说的是，说的是，老管家请过来。不是啊，请问你家小姐上姓哪？我们姓薛。相，相赠此囊，不为报你。雨过天晴，敲打起啊。上灶去。
他嫌人家是小门小户，嫌人家穷，您说他这不是势利眼吗？您别管，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不是，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去问问他去啊。您消消气儿啊。我说，你怎么不听你爸爸的话呀、啊？是这么回事啊，今儿不是好日子吗？两家办喜事儿。他嫌人家照的穷，小门小户，您说他是不是势利眼？你说，哦，闹了半天是这么当的事儿啊？可不是吗？啊，依我看呐，往后不管干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势利眼呐。得了呗，我瞧啊，你就是势利眼。我怎么会是势利眼呢？哎，你在大街上碰见我啊，嫌照的穷，说人家闺女出门的方的老天爷都要下雨，是你说的吧？是我说的。啊，你要说什么风不凉啊，雨不长啊，这话也是你说的吧？是我说的。你说这话就是看不起没钱的，你就是势利眼，说人家你才势利眼呢。我怎么势利眼了？啊，你说的话你自个儿都忘了。我说什么了？啊，你说人家薛小姐是龙女一转，什么龙行有雨呀、啊、虎行有风，这话是不是你说的？嗯，是我说的。啊，你说这话就是替有钱人说的，你这就叫势利眼。你势利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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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势利眼。别吵，听我说，听我说啊！这要说势利眼呐、嗯，啊，我儿子他才势利眼呐！哎，你怎么找便宜？你怎么说？二伯，二伯，别找便宜！这是怎么话？二位，听我说，听我说啊！要说这势利眼呐，啊，我爸爸才是势利眼呢。我是势利眼。哎呀呀！啊，四位四位，您能不要争论？有道是：世界之上，为富不仁，反不如那贫而优之。况且这富贵之家，也不见得长此富贵呀。您这两句话呀，老生常谈。不然呐、啊，不然。有道是：这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不对，我说人家薛小姐呀，这辈子她也穷不了。哎，我说赵小姐呀，这辈子她也富不了。对，她要是富了，我趴在地下当马叫小孩骑。好，那薛小姐要是穷了啊，哎。我管五岁的小孩叫大叔。依我看来、啊、你们这四位呀、啊、不愧是八智势利眼。怎么就会凑到一块儿呢？这是难得。这么着吧，找个饭庄子摆一桌，我做东，咱们来个势利眼大聚会，你们瞧怎么样啊？讨扰讨扰。得嘞，就是您年长，来吧，老势利眼，您先请吧。啊，不不不不不，还是这位势利眼您请。啊，不不不不不，还是这位小势利眼请。哎，不不不不，您做东还是您的势利眼请。好，那么如此不公，列位势利眼请。观众朋友，您欣赏今天的锁麟囊呢，我相信非常之过瘾。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啊，所以没有办法把一出戏从头到尾的演完，那么可能没有办法连贯性的看出宣香莲
他在个性上的差异。不过我们下星期呢继续的会为您播放锁麟囊的终极。那么在这边我们非常感谢李老师这么辛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李老师。谢谢，祝谢谢你们帮我们宣传了啊。谢谢谢谢大家，非常希望看到您的表演。台视戏曲你我他，带您从京剧舞台上认识中国历史文化。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